我们来到这个水上乐园的第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风帆了。哇，好期待啊！欢迎教练。啊，欢迎欢迎。Hello，Hello，Hello，Hello。哇，一看起来就非常阳光，有没有？粉红肤色，一看他们的肤色就觉得他们的技巧应该非常非常的好。很阳光哦。那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风帆会不会有危险性 ？Really easy。没问题。那差不多要学多久才可以站得起来 ？Depends on you。哦，那我们可能要蛮久的哦。最后一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也非常非常的专业，我们交给阿比亚来问。Last question. Do you have girlfriends? I'm single. Me too. 哇塞！哎呦呦，哎，那谁要先上？先第一个吧。好，比亚先好了。好啊，可以。Yeah. That's gonna be your foot. Go like this. Okay. Keep your back straight. Okay. So, you have to do. Woo!恋爱巴士，现在我们在见证一段恋情的萌芽。异国恋，哎呦！好 ，Use your hands, right hand. Slowly. 哎呦呦啊，转了转了转了，哇哇，行了哦。哦，那个140块美金，现在还可以退掉吗？我差不多体验完了，我就回去了。经过猛男辣妹教练的细心指导，这三只菜比巴甚至有一点样子，好像可以往大海出发了哟。他蛮会玩，有哎，不错哎。哎，你滑的好好的，你可以这样拽一点吗？好开心啊，我站起来了，哇，有风帆。哦，没有，你要摸风帆啦，你想被摸的。三个算是都还蛮有天分的，对对对对对，滑的蛮好的。我们刚刚三个人表现，你们觉得谁最好？挑不出。Ruby。Thank you, Miss。啊，握到手了，握到手了。你敢说这里没有一点爱吗？好紧张哎。正在等绿灯哦。来，我帮你推。好，来绿灯了。我准备走了。OK， 好，拍好哦。来关岛绝对不能错过，因为这项体验全世界只有8座，没玩到真的会堆心瓜。一般的浮潜需要迁就潮汐和天气，也不一定人人都能幸运遇到鱼。但是，这座斥资上亿打造的人鱼共游池，上千条热带鱼随时恭候大驾，我敢发誓，绝对有鱼。里面超多鱼的，而且鱼都超大只，这么大只的鱼，然后里面的种类非常非常多，你有看到很多黄色的啊，然后很多很多种热带鱼。那我觉得蛮厉害的，
它虽然是人工池子，但是它下面的这个整个装饰啊，跟造景啊，其实非常非常拟真的，很有大自然的感觉哈。而且它这个水面算是非常平静，不然一般我们其实在外面外海在浮潜的话，其实海上它是不好啊，真的，甚至有些会晕。对，浮潜浮到晕船哦，真的好贵，就是贵。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对，而且它鱼就漂得很好，红橙黄黄绿蓝靛紫几乎全有了，而且你有看到超大只，有超大只，对，值得值得带小朋友来玩，好玩吗？这个。Hello， 各位令粉你们好，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潜水员。紫薇，我们继续。学长，怎么可能每次都你赢？学长都在睡觉，而且大热天还包全身，跟你什么关系？想死啊！那么久不接电话，现在可以讲电话。这种鬼话你也信？真的是跟你姐一样傻。你在直播上画歪眉毛，你看一样左手拿杯子啊？到底要喝什么？快决定啊！你知道我喜欢少爷。废话，这都看得出来好不好？哎，手机怎么在我包包啊？阿邦那么爱捉弄我姐，哪有像你这种学弟一直欺负学姐的？学姐，你肩膀这么重，来，快把我弄掉！哎，我现在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根本是看我。没有，再给你们喝。吃坏肚子，那很严重哎。